今天来到非常特别的衣服出租店哦。那这间衣服出租店的话，可能跟大家想象的就是韩服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这里的话是韩国1876年到1910年代上流社会所穿的衣服。这个时期的韩国也称为 K-pop。那我们就一起来体验看看韩国 K-pop 年代穿的衣服吧。Go！那我现在已经体验完喽。那我觉得这边的衣服真的是样式的话很新，全部都是新衣服。然后他们的配件啊、帽子啊、鞋子啊都很齐全。除了你可以租衣服然后去室外拍之外，他们还有室内的景，就是他们有提供室内的景可以拍。所以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棒。那不要忘记下载我们家的 app， 那我们 app 上面会有折价券，那可以去下载。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